市长哦，跟工作团队的用心。那也要感谢到我们现场很多贵宾，大家共同来支持，尤其是我们的代表会。那当然呢，在今天的一开场，特别邀请到也是我们美人鱼哦，是我们在最优质的斗六千岁太古团。哇哦，这个是带来精彩的这块开场表演，要跟现场与会所有的嘉宾哈，我们一起来做分享。特别呢，为了这一次的灯牌节，做了不一样的设计。首先送给大家第一个精彩的舞马是锣鼓喧天，邀请大家来个热情的掌声，欢迎他们。
加上我们震撼的鼓带来精彩的表演。那这个鼓马呢也特别精心来取名字叫做龙舞春吉，就是祝福大家龙舞春吉，大家新的一年龙年哦，龙年大春吉，龙年三牛。好，我来尊敬我们现场所有嘉宾好朋友，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送上的龙舞春吉，热情的掌声在哪里？
是达到最高点哈，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么盛大的活动，
希望所有的耳乐市民哈，把所有的社区，把所有的公益，那你一定，那你都会再奉上去的哈。啊，感恩的李敏公大老师，你来拜个拜两礼拜，有参加你活动，很能够做老给嘞，够现场还有三十几摊的摊贩，啊，刚刚贵你赶快，不影响的老给。
三位校长，董六、李统、郑董、宝长，还有我们所有的里长哈，真的很感谢哈，我们公所的团队真的努力，在每一次的活动都尽心尽力，为我们斗六市开辟第一段窗，让我们斗六市的知名度、能见度更高。当我们现场说的云林上场，我们斗六也上场。那现在我们要云林加速前进，我们斗六市也在加速前进。希望我们共同努力，为我们云林县斗六市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
所有